你干啥来了？我干啥？我来找六哥，人呢？厂上呢。<笑>我姑奶，我知道。你坏笑什么呀？哦，你等着看我戏，小心我收你门票钱。<笑>门票我出得起，就怕您这戏一唱，把我们正戏搅和了，不是吗？那让我们这帮撂跤的爷们儿在三不管还混不混了？我管你说那么多呢，我找六哥去。哎，别别别，姑奶，听人劝吃饱饭，我知道，这小六回来没去找你，你觉得心里没有你是不是？没关系，孙大毛心里有你啊。哎呦，凭什么呀？当心我抽你啊！哎，姑奶奶，不贫了，我得上场了啊。 各位老少爷们，正戏马上开场，在这正戏开场之前啊，我得给大伙隆重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爷可不一般，那是我们天津摔跤界的新秀，泼妇蒲六爷。好，多谢这位姑娘捧场啊！咱们接着说蒲六爷，蒲六爷天津为本地人士，去往北京五年。 拜在了单普英名师小鬼崔的门下，今天是学成归来，在这儿给大伙献上一场开门跤，望大伙多多包涵。开胶！开胶！今天蒲六爷这位对手可不一般。 那是交场八连霸，无三套，那是我们天津摔跤界的翘楚。哎，摔跤讲究输跤不输板，这个板要是输了，那就离倒地可不远了。哎，千变，千变就是抓住对方的一下，开门一个上腿，撤步溜子，别他呀，一记下抓，好，够大用。 你舍得回来了？啊，回来了。你骗我！你说就去学一年，结果一走走五年，你干嘛骗我？哎呀，不是，我的消息不是让大毛兄弟都带给你了吗？那你跟他澄清去。不，哎，你别生气了。我告诉你啊，我本来是想去一年的，可是你不知道，我这师傅小鬼崔啊，那满肚子里全是货，那全是撂跤的绝招啊，什么大和乐。行了，行了，行了，每次都有借口。你别是。好了。 我梦素英就是这样，你要受不了，给我直说。行了，我的小姑奶奶，有钱的方天长，没钱的方人长，哎呦，感谢感谢，您来。哎，老张，哎，张毕，怎么的？哎，干嘛？都别动。毕爷，咱可是有言在先，左卫营的爷们儿在顺天门，右卫营的小子们在三不管，咱各聊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这可是当年两位老掌学在关老爷面前立的誓。爷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吐口吐沫当个钉。可我怎么听说三木馆这儿有个跤手，放着好好的天津江不练，北平跤倒洗了几年。既然北平跤来了，那就让老少爷们们见识见识吧。怎么，怕了？毕爷。 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娇字来。不管北京跤、天津跤，还有保定跤，到了这京门就得分出个高低上下。毕爷，您在天津卫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不过依我看，
不管是北平椒、天津椒还是保定椒，只要把人撂倒，那就是好椒。好，小张，露一手吧。别赏这么大脸，我得接着。请。我们普家有规矩，有高堂老母在，普家子弟不能玩跤。六姨坏了规矩，这么着，算我们输了，我们输了，输了，输了。哎，哥，你六，不六，爷就放过你这一次，以后常来围裙后面别给我出来。再来教场练跤，爷见你一次，我摔你一次。我骂你啊！给我回家，哥，给我回家。我告诉你，记住爷的话。都杀了！鈴木大佐、この度天津に来たのは私に何か用があって。軍部は大きな策略でも半年経つに変化が現れる。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この日をどれだけ待ちわびたことか。だが軍部が表に出られないことも。それならば我々国竜会が手を貸しましょう。まあ大日本帝国は武士道の精神にのっとっている。川口君、帝国が動く前に君は大いにその魂を振るってくれ。中国人の帝国精神を潰し奴らを押さえつけてくれ。実はすでに計画が。ここ神門は武風が繁栄しており、その道の達人も多い。しかし流派も多い。まず第一歩として奴らの同士討ちをご覧いただけるかと。这就是我养的儿子，多大的胆子，多大的气魄呀！娘，闭嘴！拿着家里的钱，扔下我跟你哥，一去北京就是五年呀，连个音信都没有。娘，六给我捎个信儿。行了，你出去鬼混了五年，回来连家门都不进，直接就奔了焦厂了。你这眼里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我这个娘吗？哎，娘，您千万别生气，您才气坏了身子。娘。我知道这么多年因为摔跤我耽搁了家里很多事儿，那不是还有我哥呢吗？再说了，我觉得摔跤虽然是穷苦人玩的东西，但绝不是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啊。我到北京这些年我也没鬼混，我就是好好学摔跤来着。这摔跤挺好的，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伸张正义呢。用得着你伸张正义吗？娘，别生气，别生气。
六啊，娘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啊。哥知道你从小喜欢摔跤，那不是正经玩意啊。这，你听哥把话说完啊，别惹娘生气了。娘嘴上说的狠，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娘常常背着我流眼泪，眼睛都快哭瞎了。哥，我知道。六啊，听哥一句劝啊，明天我给你找个正经职业，你把素云娶回家，给娘生个孙子孙女，娘该多高兴啊！哥，我这年纪轻轻的，我娶什么呀我？再说了，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玩意儿，我就喜欢摔跤。那摔跤有什么好的？摔跤有什么不好的呀？那什么？别说了，六儿啊，你以前再打架，再淘气，也逃不出圈儿去。娘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别老带着伤回来，娘就烧高香了。娘，我答应你，以后我不摔跤了。六儿，这就是我常说的虾米王王老板。王老板，你就是不六啊？啊，你小子有造化。最近我们俱乐部正招人，一天三个大洋，这么多啊！六儿，赶快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谢谢王老板。谁让你哥是我朋友呢？对，我丑话说前头，在这儿你得给我规规矩矩，夹起尾巴做人。您放心吧。行，啊，六儿，赶快去工作啊！我回家等你啊！哎，谢谢。来应聘的，哎呦，这小伙子身子骨结实啊，力气大，动作灵，他可是把子好手啊！你看这块儿，他可是练摔跤的出身，前阵子刚在三不馆赢了吴三炮，平了张臂，那身手 very good。年轻人，这个工资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只要我认定的事儿，就没有干不成的。有志气的年轻人，年过七十的中国人，我真不啊，我会很高兴看到你。外，多谢蒙坦尼先生夸奖。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俱乐部其实跟你们的三不馆差不多，是个弘扬武术与会友的地方，啊，你想不想来这儿打拳？打拳？我哥不是说参加什么体育比赛吗？没说要打架啊。打架 ？No， 不是打架，是拳击。拳击是风靡世界高强的运动。我是我们的俱乐部总经理，二弟就是我们的拳台上的英雄，而且。你的收入也非常高。蒙坦尼先生，我不会打拳，我只会摔跤。中国有句话叫“出类旁通”。你的身手那么好，我觉得你可以。您夸奖了，可是我答应过我娘，不再碰这些东西了，实在抱歉。You're a fine young man。如果你想通了，就来找我。好，告辞。哎哎，我来。谢谢宋光先生。张碧君，这个钱恐怕你还拿不走吧？为什么呀？
我们的约定是先打败三不管的交手，然后一统荆门。三不管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可我听说你恰恰和新回来的普六打了个平手。张碧君，你的胜利可没有那么名副其实哦。川口先生的消息真是灵通。好，我这就去找普六，重新摔一跤，让川口先生看看天津卫谁才是真正的蛟王。好，当你能打败天津各路蛟侠，一统荆门的时候，比这多得多的钱都是你的。希望张军能够顺利的拿下三不管蛟城，让我们的交易继续。没问题。六哥，你都答应你娘不进交场了，你还练摔跤干嘛？摔跤是一辈子的玩意儿，哪能说扔就扔吧？那你还六，哎，大毛，你怎么了？别提了，张斌那混蛋上交场闹事，把咱们兄弟们全都打了，这交场也被他占了。什么？这个混蛋！走走。六哥，你答应过你娘的。大毛，对不起啊，我不能去。普六，你怯场了，这可不像你啊。我答应过我娘，不再去交场了。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们从小玩到大的交场被张碧那个混蛋给占了吗？交场就是你的命，死也要死在交场上，这可都是你说的。我真的不能去。好，普恩父，如果你承认你是个孬种，我孙大毛不敢劳你大驾，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大毛，抜けどもが、いいか、これからは帝国のために必勝地を下るな。はい。特訓だ。川口先生，张碧君，你来了。川口先生的武功真是高强啊。张碧君过奖了。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吧？请川口先生放心，三不管已经被我拿下了，普六那帮小子再也不会去那儿了。怎么说，你彻底打败了普六？川口先生您多虑了，上一次普六已经被我打得吓破了胆子了。怎么说，我砸了三不管，打了他们长学孙大毛。换作过去，普六早就来找我寻仇来了。这已经隔了三天了，还不见普六的影子，这就说明此人不足为惧。川口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普六这么上心呢？任何一个威胁到我的计划的人，我都会想办法除掉他。六哥，六哥，啊！我怎么了？这是不好了！大哥他借了曹化水的高利贷，现在利滚利，欠了人一屁股债了。再不去，人家就剁他手了。真的假的？就在大理发赌场。
这谁呀？又打人又摔人的，难不成带钱来的？曹老板，我们真的没钱，能宽限几天行吗？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那就是没钱拿了。剁手！我看你们谁敢动！曹爷，你宽限我们两天，他欠你的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上。就凭你们？不错，就凭我普六。哥，到底欠了你们多少钱？好。有认账的就行，你给我听好了，你哥连本带利一共欠我60块大洋。那么多钱，你真不愧是曹坏水。好，我来还。孟丹妮先生，这到底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我也不识字，您就让我按手印。不认识字没关系，这是我们英文的合同。Hot damn boy， 让我们喝走又快吧！拳台的这边坐的就是我们来自英国的号称轰炸机的贝尼耶，还有拳台的另一边就是我们来自天津的拳手胡亮。现在比赛继续。哎，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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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我也不听。姑奶奶，你就别跟着我了，我虽然怕了你。不行，你跟六哥这么好朋友，不能就这么完了。哎呦，你是亲眼看见的，是小六不要我们，那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倒好，撤了。人家张炳是交往，你这不让他送死吗？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这根本就不叫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这叫做把刀插在朋友两肋上。哎，孟素远，你要是这么看我，你就别跟着我了。我说了，你我六哥，我们仨打小是好朋友，不能就这么散了。你说吧，到底要我怎么做，你们俩才肯和好？我上辈子欠你的不？哎，这样吧，你请我去看打拳的，你请我去看打拳的，我就和小六和好。拳，那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不知道，这可有意思了，这可是新鲜玩意儿。就这俱乐部，洋人开的。我听说这洋人在里面打拳，和我们廖教的可不一样，只允许动拳，不允许上腿。我早就想进去看了。陈，多少钱一张门票？这不写着呢，不贵，5毛一位。抢钱还那么贵？这样吧，我花钱请你看。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哈。哎，别，你陪我去看，你陪我去看，我肯定会走的。好。
你长得不错的，钱，洗澡。这是我们的合同，在上边有他的手印，他已经将尸体卖给了庄机场。先是师傅，就算了他死了，我也用不着负任何法律责任。你们这是欺负他不识字，骗他签的合同。对不起，合同已经签了。我求求你，让我见他一面好吗？对不起，小姐，我们有义务受这样的安排。这个给你，我只想见他一面。好的，好，没问题。骗你签的合同，可是你傻呀！你再这样，他就会被他们打死的。
小娘，你把这钱可收好了啊！小六呢？哎呦，大娘，您可不知道，那小六现在可厉害了，他在码头啊给人扛活呢，干得特别好，这一下让洋人给看上了，现在去洋人那船务公司跑船去了。是吗？那还能有假吗？要不然你能见着这洋钱吗？可是这跑远洋啊，活急，一去还挺长时间。这不，他支了这么多工资，这让我给您捎来。等他回来，等他回来挣的钱比这可多多了。那他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哎，我这不说了吗？活紧，走得匆忙，这正好碰上我去找他玩，要不然这钱都落不到您手里。这洋人可说了，如果不按合同及时的把这货送到地点，那得赔好多钱呢。大娘，您就放心吧，六儿在哪也吃不了亏。啊，大毛啊，哎，大娘知道，你一直是阿六的好兄弟。不管怎么说呢，听大娘一句劝，别再去那焦厂了，咱也找点正经生意做做。大娘，我倒想去焦厂了，早让那个混蛋张碧给占了，不去。你就放心吧，那小六现在都这么有出息，挣这么多钱，我也不能瞎混了，不是吗？得，大娘，这钱和画我都给您带到了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就让大哥叫我一声，我就先走了啊。哎，走了，大娘，去吧去吧，来玩啊。哎，回什么家？我把我所有的嫁妆都变卖了，刚好攒够了120块大洋。现在我可以帮你把3个月的违约金补上，我们去找蒙塔尼谈吧。素媛，你是不是傻呀？啊！我已经签了合同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再说了，我的事情用不着连累别人。你说谁是别人啊？素媛。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普六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你自己的嫁妆舍去来救我吧？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况且你这不是帮我，你是在羞辱我。你是不是能打下去？你连命都没有了。我死了我认了。说话。
我心里装的全是你，为了你，我什么都肯豁出去，换来的是你这样对我。苏云，对不起，我刚才的话有点重了。苏云，我是想让你知道，从小我师父就告诉我，摔倒了不丢人。 只有爬不起来，那才叫丢人。苏云，人们常说人的命天注定，但我普亮不信这个。现在，在我眼前就是一道坎儿，可我坚信我能过得去。苏云，你想想，那些洋人打我、欺辱我。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我普灵不是好惹的。再说了，我怎么舍得你拿那些嫁妆送给那些混蛋呢？啊！好了，别哭了。苏言，你不是也常说，希望你普灵哥？ 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我真的是心疼你。我知道。 收获了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你欺负我不识字，用英文的假合同来骗我，害得我差一点死在这个圈台上。这个，我的合约已经到期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我一定会遵守你的合约精神。 君は悪いものさ。軍部は大変不満だ。確かにそうですが、これも任務を遂行するためです。どういう意味だか分かんない。君の任務は中国人の抵抗精神を潰すことだ。現在天津の王者は張壁です。学校の男は金次第でどうにかなる。やりがいがない上に中国人の士気を下げる効果も低い。それでは我ら帝国の軍医と軍は満たされません。だが、 もし奴らの徹底的英雄を血まくすことができればどうなるでしょう。そうか、分かった。私は張壁と対するこの若者ブロクを調査してみたところ、こやつは中国武術界の新星といえる張飛斎は非常にこの弟子をよく見ていると。このブロクはイギリス領海にて構えせぬをやらされ、その上でイギリス選手を倒し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張壁よりもブロクの方が我々帝国の挑戦に受けるにふさわし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ブロクを倒して初めて
任務が達成され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ことか。鈴木大佐、我ら帝国の勇士たちがここ天心たちの英雄を倒すのを、その日を待ちましょう。来看看你啊，怎么了这是？哦，没事，这不焦厂让人占了吗？我就拉车混口饭吃，谁知道这哪行都不容易。大毛，叫上弟兄们，都回焦厂。哎，六，不能去。为什么呀？大毛，我跟你说，我这几个月在里边挨打，被打明白了，老娘咱得伺候，焦厂咱也得夺回来。哎，谁说忠孝不能两全啊？啊，叫上兄弟们打败张弼，夺回焦厂，咱们回去伺候老娘。不是六，张弼千万不能动。他不仅把咱们三不管焦厂给占了，又把大洋子给打了，现在小西门也是他的。什么？他要干什么呀？他原来不是在顺天门待得好好的吗？没那么简单，他背后是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跟咱们焦厂有什么关系啊？那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是张弼在玉德福喝多了，那跑堂的小橙子听他说的。他说日本人支持他统一金门焦厂，当什么真正的金门焦王。什么日本人对咱们焦厂感兴趣？哎，就是日本人开那个虎口道场，领头的叫什么川口，就是他说你是张弼当焦王唯一的威胁。我听说，就是川口，让曹坏水设计咱大哥欠了一屁股赌债，又勾搭蒙塔尼拿合同陷害你，当什么拳靶子，就是为了除掉你这个眼中钉。哎，六，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知道跟他们玩命啊！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我是去谢谢他。哎，不是，哎，六，你，哎，二娘。哟，大家看看这是谁来了？这是咱天津卫的英雄啊！弼，我是来谢谢你的。谢我？不错，我是来谢你的。一是来谢谢你这段日子帮我们兄弟看场子，二是谢谢你在俱乐部给我找了个打拳的营生。让普六长了一些功夫，顺便赚了点散碎银子，啊，还在荆门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名声，这都是你成全的呀。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焦厂又脏又乱，以后不劳您大驾了，我和我大毛兄弟可以照应得了。我明白了，你这是来砸场子来了。可以这么说吧，咱俩今天就画下一个道子。如果我输了，我普六转身就走，在不在你面前丢脸。如果你要是输了，这个焦厂还是我们的。请。张弼斗剑。
白老板，您的大名在天津谁不知道？在下卜六，我和我娘都是您的戏迷。我也认得你，刚看过你的报道呢。是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张壁，所以警察在追我，我误打误撞。快点，快点，把这房间一间一间给我送。没事，你先躲一下。吵什么吵呀？白老板，打扰您了。开戏之前想休息会儿，都让你们给搅和了。白老板，得罪了啊！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弟兄们正在抓捕一个嫌犯，刚才没有一个男的闯进这屋里边吧？一个男人没看到，只看到你们这一群。啊，白老板真会开玩笑，可是我们都看见了。再说您这屋子是这楼里的最后一间。你的意思是我窝藏人犯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要不我给你们王局长打个电话吧。哎，哎，别，白老板，得罪了啊，得罪。看什么呀？还不快滚！快点！没事了，出来吧。多谢白老板。应该的，你带上西洋拳师，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志气。在下就是个粗人，您过奖了。不，蒲先生，您的事迹已经在天津卫传开了。我虽是一介女流，却也佩服真正的英雄好汉。多谢白老板夸奖。这样的，白老板，我先走了，要不然在这儿时间长了耽误您。不，蒲先生，那些警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您先留在这儿，等我确定一切安全之后再送您走。好。哎呦，我说姑奶奶，你就别晃了，晃了我头疼。你说这货他能跑哪儿去？他会不出什么事儿啊？不会，他要有事儿，第一时间就得来找我。你说他会不会被警察抓住了？哎，不会，警察局门口有咱自己的兄弟，如果他真被抓住了，那第一时间就回来报信来了。那你说六哥他能跑哪儿去啊？干嘛？哎，六哥，哎，咋样？找着小六没有？别提了，所有亲属家、朋友家我都去了啊，都没有。我又怕他们跟老娘啊说漏了嘴，我这一通编呢，累死我了都快。喝口水，喝口水。你说六哥他惹这么大的事儿，大娘知道了怎么办呀？你们都知道。我娘的脾气，可说呢。哎，我有办法了，我就跟我娘说，说有人呐，听说小六啊那个名头上门来挑战，小六呢又怕违背我对我娘发的誓，他出去躲两天。你们说我说的行不行？大哥，你还真能编。哎，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大哥，你先赶紧回家，按你刚才说的，把老太太稳住了啊！我再发动更多的兄弟们，再去找小六。好，素云，你回家拿点钱去。为什么？哎呀，小六要真被警察抓住了，那捞他不得花个三瓜俩枣的？就是啊。对呀、啊。是吧？现在就回去取。赶紧分头行动啊！走。瑞双，瑞双，快来见过川口先生。白老板，我的画栏在您的面前都黯然失色。先生过奖了。我今代表大日本帝国邀请您去领事馆唱堂会，就唱今天的曲目。谢谢您的邀请，我白瑞霜自出道以来最守规矩，我的规矩是从不唱堂会，只在这儿唱。瑞霜，这可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你要想好了再说。老板，我的规矩您比谁都清楚，不去。白老板，请您再考虑考虑，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文艺表演，是归我两国之间的
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文化交流使者的名头我可担不起啊。川口先生，有机会你还是跟满洲国去搞交流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要卸妆了。你就是川口，我正想找你呢。普先生如今在天津卫，可是个大英雄啊。白老板既然有了这么强的护花使者，在下就不打扰了，告辞了。白老板，您别送了，回去吧。没关系，我可不想你一出门就被警察给抓了。哎呀，今天就像做梦似的。哎呀，没想到是您救了我。其实说句心里话，我就是您千万戏迷当中的一个，从来都不敢想能这么近距离的跟您谈话。身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嘛，而且普先生是性情中人，有什么敬佩？哎，不敢不敢，白老板您夸奖了。其实，白老板您才是这个梨园的魁首，女中的丈夫。只不过，今天您得罪了川口，这日本人在天津的势力挺大的，我怕。没事，二蛋，他还敢拿我怎么样？白老板，您还是要小心一点，我怕川口这个人贼心不死，到时候对您不利。放心吧。咱戏班的弟兄们都不是好惹的，到不了日后我带他们出门。这都几点了，六哥怎么还不回来？不行，我去找他。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大半夜。你说，哎，你们这大晚上的跑哪儿去啊？这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白老板，这位就是不用介绍。白老板谁不认识？是不是？白老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大毛，我是。六哥，你今儿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一整天，你这么晚才回来。啊，苏云，我是去白老板那边。傅先生，我还是不打搅了，先告辞了，多保重啊。好，我送送你。六哥。那个这样，我去送白老板啊，我去送啊。那也好也好，哎，白老板，多谢您仗义搭救，保重，保重。我们俩就不要客气了，你今天还救了我呢。哎，白老板，这边请，请。保重，保重，保重啊。苏云。白老板，您不知道，我特喜欢您。哎，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是特别喜欢听你唱的戏，尤其是那《贵妃醉酒》，太棒了！真的，不信我给你唱一段啊。他们什么人呢？白老板，别怕啊！各位兄弟，哪一路的英雄好汉，报个名号上来，这么藏头露尾的。别怪孙某人笑你们下作。白老板，快走，去找小六。那你怎么办？哎，你快走吧，快走。
真可怜，你们支那人真是低贱的种族。我们温柔对待的时候，当我们软弱可及，我们坚硬的时候，就变成服从的奴隶。你究竟想要怎样？ 白老板，我再问你一次，这个堂会，你到底是唱还是不唱？白月霜，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去唱你们堂会的。啊！ 你是一个打不垮的女人，我很欣赏你的艺术，但是我不能允许你侮辱我们大和民族的尊严。啊！啊！啊！ 找了你一天，我连口水都没喝，我快渴死了。哎呀，我来，我来，我来。呵，哎，太烫了，我给你吹吹啊。大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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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这是啊？你快醒醒，大毛，大毛，出什么事了？大毛，快救！ 白老板走。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来，让我们见识见识所谓的天津大英雄的真本领吧。 Thank you.
窜口都死了。窜口都死了？啊？しかもあまりにも武力を甘く見すぎた。己の命を控えに天使の英雄を倒そうとはな。そういう軍部に電報で私が確実に武力を倒せる者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と。はい。これが誰がよろしいですか。山本なら必ず奴を倒すことができる。山本君、日本一の武道家山本を龍一君ですか。そうだ。山本の分野は神業だ。帝国内で不敗記録を続けて上昇将軍と称えられている。ボリューは願いします。しかも天心もあいつの味方です。ボリューはすでに天心の者の伝説になっている。我々が作り上げた天心の英雄だ。これを叩き潰す。日本帝国の国威で粉砕し、中国人の精神を叩き潰して。どうして誘いますか。そのジャンビにこれを捨てろ。はい。素媛，你别送了，回去吧。六哥，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那天要不是我拉住你，你要是亲自去送白老板，也许他就不会。素云，千万别这么说，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杀害白老板的凶手是日本人。六哥。素云，跑路我一点都不怕。现在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娘。你放心，不管你走多远，我都会照顾好你娘的。我只求你能够平平安安。燕儿，燕儿，你不用走啊，不用走了。张斌让我给你带句话。说只要你答应他一个条件，什么你杀日本人啊，还有那个通缉令的事儿，都一笔勾销。张碧的话能听吗？能听能听。这次他和我可是在郭老爷面前开了香堂，还把天津交厂所有长学都叫来做了证人，这可是作为交手立了最重的事了。就算是这样，他哪有那么大势力啊？他是没有，可是日本人有啊。日本人。山本閣下、軍部を代表しご挨拶に上がりました。大佐、私が知りたいのはその相手が本当に私に似合うかということだ。さようです。軍の都合もわかる。だが本当にその相手は私にとって不足がないんだな。もちろん。が閣下、いかなる意味でしょうか。わかりかねますが。勝負とは私にとって純粋で美し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勝てばいいというだけの代物ではないんだ。そこら辺の子供の遊びと一緒にされては困る。わかりますな。なるほど。相手の指名手配すでに外し、十分な休息と準備を与えております。ご安心を。軍が保証してくれるというならそれでいい。行ってくれ。私には用事がある。は、失礼します。ただ
失礼する前に申し上げますが、軍部は失敗を許しません。忘れなきよ。分かっている。私には不可能はない。不六，我小看你了，你是条汉子，你敢跟日本人作对，现在满城都是你的通缉令的时候，你还来赴我的约？张璧佩服。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道道，画下来吧。好，你比爷还光棍，那我就直说了。日本人的虎口道场，从窗口到30多个高手，被你一个人挑了。就算把你就地枪毙，日本人的面子他也要不回来。他们说，既然是江湖恩怨，那就按江湖的规矩办。只要你答应他们的条件，通缉令，他们保证撤销。什么条件？和日本人打一场，立生死文书。有了生死文书，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毕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事儿我接了。这一战必将轰动金门。对手是谁？日本国的第一高手山本龙一。好，好，佩服。生死文书。您还没睡啊？知道回来了。你惹下这么大的事儿，这整个天津卫都嚷嚷遍了。你当娘是聋子瞎子呀？娘，我是怕您担心，所以我才……你知道娘会担心。你为什么还要签那个生死文书？娘，这次打擂。我必须得去，可你这一去，生死难料。你难道就不要娘跟你哥了吗？娘拉扯你们不容易，咱又赶上这个乱世，这口气咱就忍了吧。娘，孩儿不孝，这么多年让您操碎了心。可是我想告诉你，这口气咱不能忍。人家打你一拳，你忍了；踹你一脚，你也忍了。那我们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忍日本人到头啊？白老板，仅仅是帮了我，可是这些日本人却害死了他。我眼睁睁地看着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娘，白老板死在我的怀里啊！人家
都欺负咱们到头上来了，咱们还不还手吗？啊！况且，我现在杀了日本人，就算我不去大擂，他们也一定会法办我。到时候，我还是一样亡命天涯，离天津远远的。娘，您儿子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放手一搏，没准还能搏出一个出路。娘，人活在世上这一辈子，咱不能活得那么憋屈啊！现在，全天津卫的父老乡亲都在看着我，他们都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看我敢不敢上这个擂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都希望我能打赢。 为咱们中国人出一口气，打败了不丢人，但是不敢上场，那算是丢人。娘，明天一战，九死一生，为您劳。 为天津，为全中国的人，我一定要答应。今天将由我们天津的教王侯六对日本的第一高手三本龙一先生，今天的规矩打下擂台就是注。 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我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劝法，我也知道你的招数里有刀法，可我功夫里只加一个字，啥？来吧。
水无常形，借力打力，一味恃强，绝不久长。摔跤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师父说过，被打倒不丢人，爬不起来才丢人。笑颜。